Unina, saya ingin hai langdon isma Hasan tengka siya istanda. Mau mana sekali ito ingin atau senawan tan mah tua kata mas bah lutus saya tuan. Pada tahu na mas mata takisensya takaw si gani. Andia mata sya swah las dengan mas siva laku laku san mes, mes tan mes Tahun asai sama apa cakap sup dah kemasa hujan udah pakai dosa dua ay minu ni mas isya bibiu tanhai kay kami kanangkai. apa terawat mata sih takau sih tanah muk tas kun mas isya gani tanah gugusiu, mas kuda kuda tu muk muas sih dau mingga sain miskin tu napa sih makat kat sausain sih kasuduan.

它山上的那种土方一样会被雨水冲刷带下来，那这个河床呢，其实每年都在淤高。那每年在淤高，如果你没有做倾诉的动作，那我们都会怕说，呃，河水或者是带来的一个土沙，它没有固定的流向的时候，它会冲击到部落。目前呢，我们的工程的施作方向哈，就是在我们的。 呃，老龙溪呢，我们大概会清疏，我用深槽工法的方式哦、喔，在我们的河道中央哦清疏一千五百米。那在我们的拉库斯溪的部分哦、喔，那同样也是使用深槽工法哦，在我们的河道中央哦清疏五百米的范围。在我们河道清疏完之后，我们会把相一些比较大块的石头呢，哦像是堆在我们既有的的这个这个护岸的这个旁边。那还有在我们的整个河道的冲积面呢，我们会用吊放我们的小波块哦，来进行我们相相关的河道的保护。 哦，比如说我们在隔壁乡的宝来，它也是一个部落，它的挡土墙就是防洪墙，是钢筋水泥以外，还有一些小波块，还有一些土堆来保护这个这个这个部落。而相反的，我们的部落呢？ 就是一个一面一个墙，但是没有钢筋水泥，这个难免一场雨可能就崩溃了。当这个唯一这个当初想一崩溃，这个部落就等于淹没了。所以我想，我希望说这次的这个工房要特别的哦，注重这个品质跟安全。是我们希望，呃，我们的厂商、还有规划公司一定要按照设计，啊、呃，按照设计来做。 这个工程能够很顺利啊，最主要说还是要保护我们复兴里的那个安全。